六月前的话，一直在问题。是法语吧？没有了，完了，马上完了，上完了。把那个调教一下，他一个超强真人。
気抜けしたと手の今度は沼と教官
Yeah.
找拥挤的话，对啊，这天不在啊，没事一打电话他就来了。说不定因为小钱来了，有可能拥挤就会来，跟他们关系太好了。感觉那种，穿上一点胖的感觉哦。
外面送的水果，你们零食，我要零食，主要是我跑一些还排队，还有没有时间了，都减肥时间有点急，我再留一下时间买水果上买他那个盒子装的，每样水果都整了点了，整点双份儿，你们两个回来坐一起。太近了，真
这个
是德国那个小朋友哥哥，是谁的哥哥？哦，弟弟，他不是一家人，但是应该是另外那个弟弟，就是远房亲戚那种。小倩和拥挤老师关系最好的，很多年了。安德的话，以前拥挤就在安德扩装队，他们现在30个人，他们队伍30个人左右。哎，阿英吗？阿英来了。这个阿英啊，这个德吉他们亲戚关系。好吧，喊你，来到吧。这是阿英，穿衣服好，等会就要脱掉了，太热了。阿英的嫂子德吉，他们是一家人。兄弟啊，今晚有没有电话？哪个？今晚有没有送花的？有啊，有10多个。10多个？啊。我的妈呀，家人们，有10多个花呢。有那个，这个应该是，这个不是，来的比较少。这波晚上应该过来看一下。呵呵呵，知道了，安达。
佳佳来了，佳佳和拉布娃，昨天晚上我叫他来，他说他上班。真事儿，在他们警队里面跳锅庄舞，他教了几个徒弟在一起跳锅庄舞，在公安战线，就是公安局吧，他们警员什么培训，然后在上面跳。都已经在路上了，照片都发过来了。康夏琴好久没跳了。
周三要来吧。
糖都有，都有。泡泡糖、棒棒糖都有。
八糟，哎，喜欢。这个是确诊啊啊啊！你看照片嘛，看照片就算，看照片。不客气。看照片儿有点意思，照片显得比较多，一个人把就张照片。哪个嘞？真吗？啊，用真的。啊，用真都说用真说随便送，什么玩意儿也好，都是真的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水果，肯定都是水果。你们两个不取短，不就吃瓜子一样。很自信的哟。因为我主要是找照片有点麻烦，照片弄得好。照片，我还想要两三个小时，因为十个人了嘛。我还想下去把那两个一模一样的等一下搞错了，结果又照。没有照片，里面有照片的。花的，今天买的蛮花的钱。嗯。都有照片。
每天都晚上在藏圈逆向那边。徐队长呢，老刘呢，跳来来只跳了10多分钟就走了。这边境外可能对个100多或者全部都没问题。我那天之前那个还没做的，可能23、24号，就连续3天基本把全队送完了，那个视频还没做，就是送花的那个场景还没做，我准备把那个全部做在一起。
还有徐峥的那个他那个背影，那个扎他扎得很厚很厚。没得喽，他要在家再给你多放点去。今天走嘛，今天走嘛。我们两个还两还还两分钟。来噻，这么热了。看了一下，还有半个小时就砍过来了。哦，美好园卖对面嘛，二环边边上。这是二环。啊，二环边桥桥边边上，嘎。对对，桥边边上。对啊，很近。就是电视台嘛，可以两分钟。你跑去跑来打跑去跳舞的吗？我去，没有，那是要采访。哦，电视台录，就是不是录节目，是节目直播，节目直播啊。哎，对啊。哦，嗯，还可以跳一曲，还一曲吧。啊，二十八了嘛，还两分钟。这儿不晓得给他十万块，他们送哪个不知道。他送的，他送的韩语不知道，肯定是送两个人知道。十万是韩币吗？对，五百多人民币，五百三十。一会是一个人。这个车可以啊。放圈子，刚放圈子。刚刚放了个旋子嘛，他不是有个什么旋子呢？是吧？徐峥，放你的旋子。那啥什么鸦片啥子吧？叫啥呢？四个字的。放那个黑帐篷嘛。黑帐篷吉祥祝福那个。大秀。敲高了一米九。哪都放。咱们直播的时候他看，直播的时候他可以跳。姑娘，这个我卖。姑娘，我要在那个拍个照嘛，拍个照。要不要我们卖这个？小小妹，这个你走，根本就难受的，应该。你这做的啥？难受的。你看难受，这没辙。哈哈哈！这为什么？哇！过来过来。哎，要客气了，客气了。哈哈哈！这个装饰用的。两个就问小燕咋回事？小燕，这个是他们自己弄的。
他的小小的小店在放歌，他说你没事玩耍嘛，他说要的，我耍的。八点他多了，要跳的哦。七点五十到，他们我七点五十到的，你要跳？跳了两个跳了。今儿啥节吗？没有啥节啊。没什么节啊，就享受一样。看来我在张家一号门口耍的还安逸，就是那种跳小场一样的。真的啊，我都没有找你去。开始我经常开始跟顺他们也开始，因为他们在那边做生意嘛。没事的时候他们就那儿都是大部分都是张家一号的嘛。有点多的嘛，很牛。没有包的时间，他们说五点半就开始了，刚才跳了九点钟，他们都还没走，就那个张家一号门口了，进这儿了。他们摩托车骑过来了。哦，他们过来了，那边去。哎呀，跳耍的可以。张家一号门口那边。我在这儿。他是早下午跳很早，吃了饭五点多就九点多就跳了。我到这儿。哎，好多人没看。他把那个摩托车骑跑了，那个。这个是他买三十多万的。哪个买？哈雷的。哪个老师？这个老头子小声的，小的好那个。小的火那个。那个。男的吗？男的，一个老头子，他要小那个就火都啊，在这儿学他。哦，火去哪里了？就这个。这个啥子？啥牌子？不是哈雷。他们好像是这个品种，应该是哈雷，知道吧？啊？他们在重庆搞汽油，有七八百台车子搞巡游。来，就是个老头子。Jacky， 好。Jacky， 好，来，那个兄弟不要拆。我拍了，是的，我在直播。不是机车妹的，机车妹骑不动那么大的车，是那个老头子。没事。照片看见了吗？还可以吧？这包子我选了很多。那个照片好好看。就是。抓起。下，照片。哪里拍的？哎，这么拍个照嘛？手机用的。来，抓起有那个多的手机用呀，拍个照嘛。啊有。来，拍个照嘛，拍个照。来，吴京。王琴。小老，哎，快点来，拍个照，走的。咱拍个照。抓起，拍个照。啊！小太多。来，听到老头子在火的笑声，三年级五六岁那个，一直喜欢在旁边火那个。就是等扎西都来学他了吧？给了。拉住。露露给一个。露露，我找露露。我还要一个哎。咋你们吃？你们的补？还要给我一个嘛？补完了嘛？还要给一个？还有一个，不能给你，你要给那个中大厨。没吃完饭的吧？不是，啊，不是的呀，不是这个你买的吗？哎，等等，没有的，孤独的，你买得了吗？干啥呢？等等，这视频，我想做一下。不要，这是王青要的小礼物。四个鲜花，什么好？他去捡出来的，你真的吗？两只把那摘，你真的？不是你的，不要了，谢谢啊。这个不知道，以前他是去哈雷的，好像换掉了，又换掉了。这是属于他的比较好走，是吧？默默的。什么？哈哈哈！不要，我吃饭了，我不吃票。是小馒头，小馒头。这个韩国人来过的吗？来过呀，居民族。这韩国人来过。对啊，来过的。他今天来刷，他今天刷到我那个视频哈，他那个发私信。
他说他来的时候，他说的你帮了忙，他说你和我帮了忙，我记得我不在的嘛。你不在，我不在，他给你记错人了。他刷了我视频号，跑起来问，他喊我喊小李，我说我不是小李。他微博上面连我们一直联系，就他那个 YouTube 上叫啥名字嘛 ？YouTube 就是他没MS 幺三二七，没见 MS 幺三二七。他跑起来喊小李。他抓去啊？去商场吗？你们去商场吗？这个老头子，在旁边，你过来看一下嘛。加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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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了。这个是什么模特呀？明明做了，刚才找一个。光线不好喂。可以随便随便，没得事。骑上去。一米九的空气。像国产的春风也比较酷。一米三的那个单子。你骑着刚照相嘛？我骑嘛，骑不得骑。骑得耍嘛？骑得耍，他会骑，他可以骑。他可以飙车。哎，不走嘛，还怕摔了。这个腿有点重嘛。我五百多斤。来，原来七百二。哎呦，我牵一下嘛。哇。我牵一下，你拍个视频嘛。然后咱们俩肯定会火的。今天晚上真的多，对的，今天花真的多。你之前骑个哈雷个，把饭了？没有啊，我就骑了一个开卷火。还有个哈雷吗？有啊，家人们，明天换另外一个车子骑。今天喝酒了没有？啊，喝酒了没有？喝酒没有？喝酒咋敢开哦？咋敢骑？喝清过酒。不开你过来开一下，你过来看一下，过来像国产的很多那种，有一种我看有卖的好的国产的一种样子，说很好看，还加价，有些一般的五六万块钱，但是也有贵的哈，我去，国外的很霸气，啊不用，我吃了盘那个账的，你们是小馒头吗？不是。就是哦，对对对，增高那个高，给我拍一下，我吃了，尝一个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给他过来嘛，看哪个合适嘛，哎呀，你那个没入城证，你敢骑啊？我骑了三年，逮到三盘，逮三盘，交警咋了？我刚查了警察嘛，好，再见哈，好，逮到了我就麻烦。他要入城证，必须要入城证，好吧？对嘛？原本那个有可以骑个本田的那个金翼，本田金翼三十多万那个。英国人？英国的。这个摩托啊？30万。不，他哈雷也有，他哈雷，他们在重庆搞巡游，他是七八百台一起骑，七八百台在街上一起。哈雷十几辆啊？对吧？那老子是有几台车？老子有钱。我都想去整个车子看，但是想算了算了。我们那儿见过有个男的，你晓得不？他一个那个本田，哦不是本田，就本田宝马。好。宝马摩托，我认好多钱。十多万嘛，十万。15万。怎么起码这么多？那个机车没，家家的车子都好贵，好万哦。他说他那个后面有个那种背个箱。家家都换了，还要好多钱。我就想整个机车来开，机车来骑。现在冬天老方便很。人家不骑噻，他骑了的。他那天我就请了他。城里倒不行，城里面有一个做市中心要找带，还有一个要不就是。不去。你除非你住周边城外可以，城外管得没那么严的。那个人还在那儿住，还在。你们老老师。老师不好进城的，进城的嘛。啊，我问了他的，我说具体在住哪？在哪儿？他带了一次就小白两个交警心情要的要他要赊账，而且一次就只花100块钱，他说的入城证要
我有次看交警追那个车晓得吧，在五大道那个 Q 字以前有铁路噻，后面铁路走没得了嘛，那个时候在那个就是跑车这样子的赛摩，他在前面就追，他那个小时停下，那个车子一走一下就在了，然后他为了追了几百米就停下来转回了，他追不到，那个技术到位根本追不到。像交警还是挺用的，用个电子烟，他抓得到。嗯，对，那个时候没得了嘛，那个是电子烟，就是那个零几年的时代而已。怎么走商场去啊？他们都没走。他们要收东西，你要收东西吗？是不是收了吗？我电都收完了的嘛。都收完了，现在。对啊，都拖走了。从哪来这儿搞的？做了什么？做了干什么？好，那不是说哪个坐地上的呢？来来了，他拿走了。明天送丽丽，明天，今天那个十万我不知道是谁的，是谁啊？这个还以为是不认识的，等会儿看一下他们留言，回去我看得到。哦，也是送拥挤的。OK， 星期三，今天星期几啊？哦，星期一啊。哦，有可能星期三要送三个给拥挤哦，不知道。好的。这是谁的？谢谢。昨天你开起车走嘛，那几个不是坐的，把他下铲了噻，把狗狗下铲了。啊，对啊，他丢火炮嘛。丢火炮。我钥匙谁看到了？没有，没有钥匙。我跟永吉，我刚刚问永吉，我说那个小阿英他们来了，你来不来？他不来。啊，阿英他们家来了。啊。应该那个我发照片视频，我说你来不来？他不来，他肯定没时间了。星期时间才行。这张他就大英他们那儿唱歌。长枪嘛。就在郫县。一张照片，两张照片，三张照片，四张照片，五张照片。好看吗？我的花。谁看到了？我有这样的三张了，加上这个三张了。你没丢吗？有张有些纸，有些比较软，我后面有全部用了，那种相片纸。没有，我是挂在墙上。啊，我用相片纸挂了。我以前我觉得纸太薄了，一张纸1.5一张，这个3块钱一张。啊，之前那个对。对啊，我第一次我不晓得，没经验嘛。如果我想有些人看了就丢了噻，我想。前天那个好好看。啊，前天吗？就是那个特别好看，我。啊。我有个是这边找你们的视频截图，有些是在找到处找嘛，找了之后截图然后自己加工一下。不是不拼接也没有。原来之前我一两张的，我觉得一两张太单调了。不，我刚刚拉醋的时候整的比较少，整了4张。开始觉得不对头啊，我就说太多了，我就来忙不过来，我干脆上了上台。还花花加群，加网红群。看到没有？刚刚下了。我的钥匙谁看到了，兄弟们？花花，哎，大家看他，大家看一看。花花，免费给你抓的吧？对呀，导演给我压花。你不理我，我把你压。小罗同志，你们不去警卫中心吗？警卫中心那边吗？对啊，你们旁边要去啊。不见了，他在找钥匙啊。哦，他跳舞的时候跳地上了吗？那麻烦了，幸好没得车子钥匙哈。对，那车子你麻烦了。找嘛，应该没得问题。反正为了我轮一圈找。哎，老板。哎，你给老师发过来，你说哎呦，大家注意，
来来来，你不害羞吗？来来来，那么去吧，去算了吧。刷这儿过来哈。啊？他不想你，你甚至把他拿到了。甚至拿到了。妈妈，别走！哎，我有吃的。他吃他喝的汤都不吃，他只吃我们那种橙肉，他不吃。他刚才往那个，你停车场那方向。他因为你在那边。还有他那个没味道，他一直走的拖过来的。哎，他一直有味道。他就往你停车场。妈妈，你爸在这边。昨晚的娃娃给他洗澡，十一点多了还给他洗澡，我说早点睡觉，他给他洗了澡在这儿睡。全家都洗完了。妈妈，你娃娃还在。哎，母鸡，花花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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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他吃了什么吗？有点冷。不冷呢？穿的少。今天白天好热，我今天到金龙城那边，哈呀，那个太阳晒起。啊，今天就是没出来，今天一天都没出来。哦，我在。所以一直忙那些视频那些。嗯，没上班。我到金龙城那边，那边有点安逸。主要是帮他们也撇了一下，然后该捡那些。有些弄了，有些弄了之后自己忙自己的，然后没有时间。好吧，这边哦。这边。昨天小胖说的，你坐那儿嘛，我送你。我说你往东门上，我说不顺路。我说我想去两个。好，那算了。搞个故事情节，搞个故事情节，搞个情节，坐到坐到，然后。拐角的地方有人等，在等着，在送人发车的。到了这里了，我把要竖屏的，要横屏竖屏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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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竖屏的，我能等半天。啊，赶紧的，现在等他弄过来，一下子就。来，这边要。你需要加什么？穿点长点什么？棉布的。围炉，哎，咱围炉看着的。加点布，棉布的。叔叔，你说开始啊，我们开始。是的，听到了，一下子。对。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原来他妈的我，棉布的，穿棉布。一。啊。可以了吧？可以了。哎。你自己不就过来？还有买不起的工资，哈哈哈哈哈！过来给我给你。不对，他拿花穿拿错了，你往这边拿干什么？把我窗户挡住。那我应该往这边拿吗？哎，一个是这边的，一个是这边的，中间是谁？左边给穿住哎！哈哈哈哈哈！我们就直接全程拍摄，不用卡。我们拍四克一百二，还慢动作。哎呀，好麻呀！你给我敲门声。哎呀，你敲门声。可以吗？我可以看一下吗？谢谢。啊，那是我妈三斤的。看你这，哎呀，这个哎呀。
那我们加微信可以吧？这个。你给你也拍了吗？这是慢动作哈，全程慢动作。真的，你也拍了吗？全程慢动作，肯定拍了。可以。你这个我拍的是，那个是4K60帧的，也可以做慢动作。哦，你要想做慢动作，你不用慢动作，这个就常规就行，这就四百。常规就行，谢谢。这个就稍微慢一点，要好看一点。稍微变个，比如说变个0.8倍。啊，这个就4K120。哎，萝卜刀一起。来来，我给你拍一个，来，拍拍拍，走路吗？你把他走一下，我这儿拍去。拍照可以吗？啊，拍照可以，拍照也可以，都可以。加油啊！啊，他，这把只是个老大。完了，给我的视频，完了，拍。还不往前面走嘛？往前面走，来吧。看你这里拍的。哎呀！照片都干不了，谁拿去过去？小李哥让我过去的。等着你再花，再往这边移。哎呀！来来，请你。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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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嘛！走嘞，我都拍慢动作。OK。好，得了单。得了单。好，也得单。好了。也没有个单。干什么？给我。哦，这是一个，这一个你走哎，没有，没有，再带一个。方便的话，帮我带个问候给曲子、小罗和邓子，希望他们可以没事儿的，马上就给你。这是我不方便的，不能回去。哎呦，你别太黑。眼光问题的，没办法的。就是偏。哦，这是看一下，可以了，谢谢。嗯。哦，我这个 Pop 的三拍4K， 什么嘛？用一张好看就够了。最好用的。谢谢。以后拍视频需要专门。嗯。周末出来。雍正叔刚刚叫你，没听见他先走，他走了。几点钟了？15:00，正好有时间，10分钟。他先走了。广东的阿秋，他骑到香港的最后了。对，那找回来了，但是呢，这车都被拆了7零8落的了。那个真的是太惨了，那个真的好贵哟，20000多块钱呢。哎，你有最新的是什么？考虑到不同的天，这个是变追去吧，按一按。哎，他衣服呢？衣服一万。衣服能用吗？我把船上。尽量用小盘、小牙盘、大牙盘，最好是下回用。频率都是用小牙盘。牙盘用小牙盘。你想要站到多少？要站到67万。变到一个站到67万。你说他牛奶多少价？几百万上千万嘛，几百万上千万。站到是67万，好恐怖！膝盖知道吧？你开直播了？对，肯定是开直播了嘛。他今天没来跳。昨天我问他，他不来的嘛？他不来，没来时间了。别这样，最好是用小牙。我告诉你，你速度要上来，传吧。你要踏平保持到1分钟，你七几步才就。
小罗穿高跟鞋，年纪大。你想找一拍？今年再去嘛，今年再谢谢大家。但我也回去了。十三，你要走回去了？我要回家。这时间弄嘛？再算一下，我十点十分走。其实医院里面都没有那个，全部是你，就是这种照片全是你跳舞的时候很自然的，非常自然的那种，完全没准备中的什么什么美颜的都完全都没的，就直接就看直接拍了。谢谢美国朋友谭先生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我们俩都是谭先生送的，对，都是，谢谢谢谢三个优，你真谢谢。Thank you， 对，他们都听了。谭先生，谭先生，他是叫吴王叉仔，叫他跳舞那个吴王。真的，我叫吴王。他抖音号就叫那个抖音。我吗？他的抖音号就叫吴王。I'm so sorry， 我也叫吴王。但是他没有发任何内容都没得，他只注册了抖音，他只注册了抖音，他不玩的，他只看。What to do? What to give you a hug? That's a word. What to know? 那么假的，啥意思？本来就是啥意思？最近你在直播啊？那个第二张好漂亮。他有时间回去，他本来之前没时间过来，过来就没事，马上就结束了嘛，九点十多分左右。对我们这种说不到话。后面路上还有打车。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说不好，太难了。开发店啊、哦！真的是我来成都，真的，我真的我来成都，亲自是我。有请我今天小屁孩。哎呀，拜拜！小皮儿，很直。我以为他是说我们翻翻的，翻翻说小皮儿的。杨娜跟那个跟秋说她丈夫。他给我说的。那什么相机啊？索尼啊。嗯。A77、A73、A74 还是 A72？ A1。哦。楼上在跳那个，要不要拍一下嘞？跑圈圈吗？这个吧。不用，我吃了，我不要，我肚子胀的，不用，吃了饭了。跑圈圈吗？哪个帮你拿嘛？手机要帮你照啊，我帮你照嘛。他跑圈圈了吗？真的吗？我让那个小李替我拿一下啊。一分钟是吧？现在多少分钟了？等一下开始一下算时间啊。秀了？没秀耶。开始了啊。三二。时间已经在开始了，他有没有跑的呀？他跑得很快哟、哦，追不上啊、哦。接不上、啊。哎呀，他跑得好快啊！小李天，你给他那个。对啊，我在拍他嘛。他已经跑了一圈了。跑几圈啊？现在可以开跑了。好，等一下。一分钟。跑一分钟啊？慢跑。他没有，没有。还有二。没有不吃、他穿的鞋子不好跑，穿的比跳舞，哎呀，比跳舞要累一些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温度在2000左右。你跳了比跳舞累多了，你跳舞累多了。哇、啊，是不是衣服重？你要服装？好热嘛，而且比跳舞热一些。楼上在拍视频。哎，曲珍在这儿吧？看吧，一直在。楼上还在拍，我就不去了，没时间了。哦，徐州和拉出可能早就回去了，他们两个住在一起的，然后有水果嘛，我没你们一样给他拿了双份儿。不才去了，还吃不吃？吃啥子？不吃啊，我不吃。不吃，我不吃。